历史上，诸葛亮是一位妇孺皆知、忠义与智慧并肩的传奇人物。他的形象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乃至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成了一种智慧的化身。翻开文学巨著《三国演义》，有关诸葛亮的种种传说与神奇的描述随处可见。历代文人墨客对他的顶礼膜拜，加上民间舞台艺术的演绎渲染，诸葛亮成为高居历史神坛的偶像，一位独特的传奇人物。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眼前浮现的依然是那位指挥若定、观金羽扇一代名相那朦胧的身影。历史上多少明楼古刹、园林台阁，因为朝代的更迭、战乱和天灾人祸而毁于一旦，而眼前的古村落虽跨越元明清三代，这些独具特色的古建筑却依然保存完好。旧时的武侯长风犹在，这个最大的诸葛后裔聚居地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他们的祖上又是如何影响这个家族长达700余年而承传不衰？戒指书，服君指之。千余年的瓜蝶绵延，跟这个家族重视教育有关。科举制度的意义不止于开科取士，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乡村知识分子。村里的蒙童都由这些秀才担任教师，那些志士在家或告老还乡的举人进士，以耕读传家标榜，归隐乡里设私塾传授所学。几处比较有名的私塾，像南阳书院、文昌阁等，大都建于明正德时期。比云轩是艺塾，为那些无力建私塾的蒙童提供读书的地方，但都已经不复存在。在诸葛村，像灯营文会这种具有公益性的奖励机制，从乾隆开始便有。它是宗族内部常设性的教育基金会，用以奖业上进。有一个叫灯营文会啊，乾隆时期搞的，乾隆17年搞的。那个时候搞了个灯营文会，就是每到初三、十八这两天，所有的秀才、所有的蒙童、所有的孩子们都来比试，就是一天的时间比试完毕，这个优秀的呢给予奖励，叫做吧。高火之子啊，高火啊，高火就是油灯费啊，那是小纸包，小奖金。那么如果到这个省里，到北京去考试，考那个举人，考那个进士的话呢，还有叫兵信之子，就是酒茶水费、酒水费，哦，这个奖励机制。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指的是位于成都的武侯祠。而诸葛村的丞相祠堂是由他们的后人建立以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丞相祠堂为明万历年间扩建，是诸葛亮后裔家族的总祠。门前有巨鹿堂，堂前有围墙相隔，族人从两边侧门进入。丞相祠堂所处的位置有一个完整的风水格局。它不仅规格高、形制特别，而且重檐飞阁、气势宏伟。中庭宽敞大方、庄严肃穆，四周有36根方形石柱，中间有白、紫、铜、春4根合抱大柱支撑中庭，寓意白、紫、铜、春。
顶上木雕刻有阴阳太极图、狮子抢球图，精细传神，十分华丽。四周雀替刻有八仙过海等故事，栩栩如生。两侧廊庑分列族人中忠孝义烈与乡仙贤达塑像，内壁的石雕为明代遗物，古朴生动。除了大公堂、丞相祠堂，诸葛村还有众多的分支祠堂，按三代为厅、五代为堂的原则，孟仲季三大支派又分众多房派，房派以下的小祠司己厅，再下面还有香火堂。诸葛村的这类礼制建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宗祠系统。诸葛后裔，祭祖大殿开始。诸葛村的礼制建筑数量之多，敬家沐族意识之强，与诸葛亮后裔的家族文化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宗法制度是专制制度的基础，而宗祠是宗法制度的象征，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意义。诸葛村是典型的聚族而居的血缘村落，宗族是血缘村落最基本也是最权威的组织力量，宗祠则是追本敬宗的重要载体。在宗族力量的驱动下，通过祭祀活动来传承先祖的精神意志，强化家族的敬宗意识，具有浓厚的家族文化色彩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历史上兰溪水陆陆路四通八达，其八百年商埠繁华，南来北往的商业文化也影响了离之不远的诸葛村。这是位于诸葛村上塘的一个古商业街，每天清晨天刚透亮，习惯了早起的老人便聚在一起喝茶聊天，这是他们一天的开始。水阁楼搭在靠岸的水面之上，喝早茶的习惯从很早就有。老茶馆里充满了故事，上塘街曾经的繁华在他们的言谈里蔓延，仿佛触手可及。各地来的这个绍兴的人来做生意，安徽人做生意，他们都世居在这里啊。咱们一直供养的、东洋的了、义乌的了都有的，所以就举个这个村落了，他也这个姓氏啊，这些举个是很最多了，但是其他各县来的也不少。远处经商开阔了诸葛后裔的眼界，他们变得不再保守。富起来的人们突破了千年来抑制墨业的传统，鲜明的主张积产胜过读书。我们诸葛氏的宗谱上就讲了，说士农工商国之四民，诸葛占其二。这占其二什么意思啊？士做官多，那肯定是先占来了呀。农工他踢开了，商很多，所以占其二就是一个士一个商，就是刚才我讲的。读书求名不求求利不求名，而是就是我的读书的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我还要学而优则商。这就是我们诸葛村跟其他的诸葛县跟其他周围的许多大姓所最突出的不一样的地方。今天的丞相祠堂因为道路改变而处于偏僻位置，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产生实际影响的不再是权威的宗法礼制，取而代之的是活跃的商业影响。显然诸葛村已经完成它从纯农业的宗法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化。
那么诸葛家族又是如何从一个血缘村落走向叶缘村落的转变呢？交织了传统与市井、矛盾与现实的碰撞，他们如何求得变通，找到平衡？繁华的高龙商业街并不在上塘，而在今天的旧市街一带。太平天国李世贤的部队在这里驻扎了3年之久，撤离时将商业街付之一炬。诸葛村的民团和太平军发生了一次惨烈的交锋，这次战争对诸葛村的破坏最为严重，当时的兰溪县志及诸葛宗谱上均有记载。人们甚至来不及掩埋自己的亲人，战争带来的瘟疫就开始蔓延，威胁到整个诸葛家族的存亡，街市凋零，繁华不再。高龙市的商业街由季分派控制，很少有外姓商人，尚属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商业集市。太平天国以后，上塘的孟分派通过出让地皮的方式取得一些收入，许多外乡人看到上塘的商业优势后纷纷来到这里，而逐步形成新的商业中心。两口岛，一个下岛，一个下岛，各个总说来讲呢，下岛是那个么是卖煤，这个下岛呢属于种肥，这个下岛的这个周边呢是说白是呢是个卖煤的少，这个种肥的有点不少的，这样是个。这卖煤呢是比较穷的，比较穷呢这个卖煤呢有时候一些亿的外资外面的钱来少。到清朝末年，更形成了以上塘为中心的商业区，他们有专门的商会组织管理。诸葛村被分成两部分，街上和村里，商会与宗族和谐相处，兼容并蓄，形成诸葛村独特的商业市井文化。福建的、江西的、安徽的，还有我们本省各个府，还有我们这个本清华府的各个县，大约有十几个帮呀，这些商帮来了就形成一个商会。商会的成立是诸葛村由血缘村落向叶缘村落转化的标志，改变了原来宗族对旧的以血缘为主的控制。他们双方从来不打架，这就是诸葛村一种胸怀，就是说这种胸怀也不是他天生成的，而是外面见多识广，大家融化了。商会管理着市场的公平买卖，并代收税款，而且成立了警察局以维持地方上的治安，还拥有自己的救火队永安会，甚至还发行自己的货币作为临时的流通。是有协助的，就是协币，上面就诸葛商会这个暂时通行，战乱的时候这个货币流通在外面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诸葛呢商会里面呢就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几个兄弟是这个头几十个呢，就摆起了一个黎明公司，里面呢加国那在岛国了，加国可以，这里可以点地粮，粮到这地方呢，粮到这个街上一块一地方，其他的这里呢粮到那个警察大厦门口那个路灯呢也抓过。南宋以来，渡江之民云集二浙，人口压力逐渐增大，正像徽商与晋商一样，故土的不利于生存迫使他们在商业上寻找出路。兰溪因其便利的交通位置、相当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使四方商贾云集此地，从而形成重要的商埠中心。明代的时候啊，我们兰溪的泉到哪里，他有这么几句话说，这个以舟载比比也，就是用泉来载到各地啊，比比也。他说
这个霍川四川，霍沛苏北，这个两广就是广东广西两湖，这还有这个苏这个杭，一直到北京，等于说从北京南下，从南京西进，从我们南西南下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就等于涵盖了我们全中国最发达的地区。这是我们南西明朝万历年的这个县志里面载的这些话。以前称那个小上海，就这个水陆交通那个交通枢纽，因为水陆交通也比较好，因为它是那个渠江、沪江和南江三江之汇的地方，它是唐代就开始建县了，南齐时。所以说诸葛村离南齐只有那个18公里，所以当时那个地理位置比较好。诸葛人一直遵循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祖训，在诸葛村人人习药成风，三尺之痛多能背诵药性赋。所以我们这个住个建村以后呢，都基本上都是一口药。就是说我们的村里面呢，我们当时的有三兄弟，是老大、老二、老三，就是叫做那大房、二房、那小房。这么搞药的呢，一般来讲都是以我们二房为主。兰溪盛产药材，与药业发达的慈溪、济溪合称药业三溪。经营药材的兰溪人形成了父传子、亲带亲的药帮。一向发达的兰溪中药业，三分之二由诸葛村人经营。小小金王府大大兰溪县，现在们的药行都是开在兰溪了。兰溪药行以我们诸葛人为多了，主要以前么是天一堂啊，那时候那个中药材就是批发到四面八方啊，以水路运出去。上面嘛通金华，这边到衢州，下面到杭州。清乾隆年间，诸葛人在兰溪城的天福山投资建成古溪药业公所，气势恢宏。他们在兰江边设立药材进出码头、药黄渡，这不仅显示了诸葛氏族药业的实力和影响，也成为兰溪药业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标志。过去曾流传徽州人食宝、诸葛人食草之说，他们南泛北谷，无惧险远，药号遍及大江南北，甚至远涉重洋。诸葛药业独领风骚数百年。一般做客，谁无故土之思？千里经商，总为谋生之计。这是有着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戏剧家李渔为兰溪会馆题写的楹联。早年的李渔曾在诸葛人开设的药铺当过药徒。故土之思道出了人们在内心深处依然无法摆脱土地的束缚。从外经商，商人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想的最多的却是如何荣归故里。你看他外面去经商，他外面这个街头市场、跑马灯、街头市场，他就带回来，建筑上面反应最明显。诸葛村的所有的公共建筑，几乎每一件都能够看到商人大量捐助。这些在诸葛村的民居建筑上也有体现。他们把外地住宅的建筑形制、装饰风格融化到自家的住宅建筑中，以荣宗耀祖。除了高高的码头墙，木架披檐和苏砖门雕也十分常见。他们把苏砖从苏州一带源源不断地运回家乡。这些住宅规模的宏大、形制的考究和装修的精致，都超过了居住的实际需要。这个地方，这个泥土好了，那个烧制技术也好，那么他们有许多这个砖雕东西呢，那边原套的门面啊，
什么花窗啊，都做好，要把所有那个门面砖啊，从四眼江这边运出来，再到南溪，再捐到我们老家。除了传统的诗书礼乐、渔耕樵读等富有寓意的人物故事题材，在建筑的装饰上也出现了大量聚宝盆、钱串之类与财富有关的题材，商业文化的气息表露无遗。有些则追求过分的雕饰、纤巧，甚至趋向于繁缛，费工费料却成了价值观的反映。多数民宅都有大小不同的私家花园，门面装饰气派，内屋梁柱结实，横梁、牛腿、窗格雕刻讲究，精细华丽。富足而受过良好教育的诸葛氏族人倦游知返，住世相居，在精心营造的体现耕读文化特色的自家住宅中，过着安逸知足的生活。今天的诸葛村武侯长风犹在，宁静依然。诸葛亮淡泊宁静、和为适用的族训，恩泽了世居诸葛的后人。走在乡村的小巷，享受世外的从容，仿佛岁月放慢了脚步。这一份难得的宁静吸引着外面的世界，小巷变得热闹起来。他们的祖先曾经走出了这条古巷，远涉重洋。小巷悠长，回想起的不再是远行的牵挂，而是一个古老的乡村700年后最美丽的憧憬。